行，你还真行，我服了你了。哎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先跟我说？干嘛直接跟警察说呀？我本来是想和你汇报的，可是正好在路上先碰到了警察，就……你叫什么叫？怎么了？不是你告诉我的要和警察实话实说吗？你想诚心气死我是吧？那我让小刘自首错了吗？我不管你错没错，出了这种事儿你就应该先跟我说，啊！我是你领导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可以不通过警察就解决这件事儿，我找失主啊，我跟他私了，啊，我有很多办法，我都可以解决，用得着闹到现在这步吗？现在好了，全小区的人都知道，咱们保安监守自盗。你让我以后这工作怎么做？你说说你啊，你除了给我添乱，你还会别的吗？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不是把我开除了吧？开除你？你没听警察说什么呀？现在是积极分子啊，是典型是名人呢、啊，我能开除你吗？我们还得大力宣传你，我们得让全小区的这个业主都知道，咱们物业公司、保安部这块儿，哎，还有您这么一号，这是荣誉，荣誉懂吗？你不要我们还要呢。行了，别这傻戳着了。回去吧。其实这事儿你也没什么错，就是太年轻。我为什么非得逼着小刘跟警察自首呢？说心里话，我是害怕了，我感觉警察怀疑我了，我怕他们把我抓了。由于小刘主动投案，又是初犯，那2万块钱也全部退还失主。失主考虑到小刘家里的具体情况，也没再追究。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小刘被开除了，我心里边觉得特对不起他。一想起这事儿，我心里边就不舒服。这谁的车呀？怎么停这儿了？我这怎么出去啊？保安们，你看这谁的车？怎么停这儿了？我这没法倒车啊。不知道是谁的车，没见过，好像不是这院的。你赶快给找一找，我这有急事呢。哎，小松，这儿有辆宝马车挡路了，你赶紧找几个人过来一下。问问车主是谁，车号是23188，快点啊！您稍等一下，说不定啊，就这楼的，我给您问问去。快点，快点啊！谁呀？我是小区的保安。什么事？楼外边有一辆宝马车，是你们家的吗？不是。你好，楼外边有一辆宝马车，是你们家客人的吗？我们家有客人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不是我们的。什么宝马车呀？你们还让不让休息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家还买不起宝马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找到了吗？没找到啊，不知道是谁的。没找到，那就赶紧想办法吧。实在不行，找几个人把他抬了，我这太着急。这事儿啊，我得请示我们领导。队长，我是陈峰。什么事？这儿有辆宝马车把一辆夏利给挡了，车主啊着急，想让咱们把宝马车给挪一下。你跟陈峰说一下，你等我吧。对不起，您再稍等一下吧，我们队长在和我们经理商量呢。别等了，你们领导同不同意也得搬，我真是有急事儿。
您再稍等一下吧。你们保安怎么管理的？车怎么停路中间呢？收到。不行啊，得搬一下吧，多找几个人，一定小心地把车扣了。我马上就过去。好的，明白了。来，抓稳了啊，一定小心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们干嘛呢？这是？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？啊？谁呀？先生，这车是您的吗？啊，是我的车，怎么了？您这车停在这儿，影响了别的车辆通行。我说你们是哑巴呀？你们不会叫我一声啊？我们找您了，没找到您。我在家呢，怎么没人找过我呀？那您住几号楼几门呢？15号楼504，怎么了？15号楼谁去的？我去的，我按过门铃的，可是没人开门呀。啊，我出去了。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回来，就把您的车给挪了。哎，陈哥，怎么着？咱这车可锁上了，开不开了？我们抬车的时候非常小心，哪儿都没有碰到。谁做主让你搬车的呀？啊？是我。我说你小子胆也忒大了吧？主要是您这车停的确实不是地方，您停在这儿，别的车就出不去了。轮得着你教训我吗？你是不是找抽呢？哎，我说你二狗子哪儿那么多话呀你？我是保安，不是二狗子。我说你是二狗子，你就是二狗子。怎么骂人呢你、啊？我骂你，我抽你呢。你凭什么打人呀、啊？你是不是想找抽啊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他打人、啊？您怎么打人呢？把我车给弄坏了。车坏了也不能打人呐。陈峰，怎么样？耳朵好像听不见了。陈先生，您的人可把他打坏了。那我这车还坏了呢。那要不然咱报警？随便，爱找谁找谁。行，陈峰，咱们走。不管因为什么，毕竟你打了人，打人是不应该的。我们按规定，肯定要对你实施治安处罚。陈峰该看病看病，这个医疗费、误工费，都得由你来担负。还有啊，适当的给人家一点精神赔偿费。这事儿呢，也就这样处理了。看看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。那我这车怎么办呀？我这车门的自动锁死了，就是他们搬车造成的，只能拉到修理厂才能打开呢。上修理厂去，这运费、修理费谁给我出啊？再说了，就为这事儿把我正经事儿全耽误了，这损失怎么算啊？对不起，这个就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。行了，回头各位跟我到所里头。填一张治安调解书，再把相关的手续办了，这事儿就算处理完了，好吧？就这么着，金经理，陈先生，行，不就点钱吗？不在乎是吧？你钱多了烧的是吧？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？他可是我们这一片的治安积极分子。走了，金经理。啊，我送送您吧。好好。那咱就按警察说的办。我先带陈峰去看病，回头呢，我把那个药费单子给你。至于其他的赔偿呢，咱们回头再说。咱们呀，还是先说说我那车吧。我觉得我们物业公司没有责任。没责任？那我这车怎么坏的呀？您就不该把车放在那儿。再说了，疏通道路也是我们物业的责任嘛。谁说我不应该把车停那儿了？那个地方不让停车，你们这儿有规定没有？拿出来我瞧瞧。这个事儿啊，不算完啊，走着瞧。走。行了，咱们去医院吧，我去要个车。秦经理，我觉得没什么事儿。有事儿没事儿都得检查，而且要做个彻底的检查。你像什么营养费啊、检查费、误工费，还有那个……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精神损失费，一分钱都不能少，全得找他们要。也太不像话了，那保安说打就打呀，咱物业也不能没有原则的妥协吧？告诉你啊，这回咱们一步都不能让。
谁要再敢打我，我就还手。陈兵把我们物业给告上了法庭，但是他输了，很多业主也都挺反感陈兵的做法。因为这件事，陈兵和物业的关系一直很紧张，我的耳朵被打得好长时间听不见声音。本来我没打算要精神损失费，是秦经理坚持让他们赔，他们就赔了我1000块钱。对不起，请你下来一下。你干嘛？这车子是您的吗？是我的。我就在那13号楼给人家搞装修呢，我正准备出去买点东西。那您跟我过去一趟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觉得这车不是您的。我骑房主的。您给我过去核实一下吧。我凭什么跟你去啊？你又不是警察。别的你也别多说了，您给我过去一趟吧。我不跟你去，我还急着去买料去呢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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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车就是我们家的，谢谢啊。那不用。郭女士在家吗？她不在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一会儿就来。回去呢，跟你们主人呢好好说一声，可能是还要找你们做一些取证工作吧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行，没事儿。那要是没事儿的话我就回去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了啊。没事儿。菜了。哎，那天幸亏你抓住了小偷，谢谢啊。我一看那小子就不对劲儿，还想跑。哎，你们家主人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我都跟他们说了。他们怎么说？说了我一顿呗。幸亏你把车子找到了，要不他们就得扣我工资了。他凭什么呀？这电动车买来就是方便我买菜用的。那买菜也是为了伺候他们呀。我可不敢这么跟他们说话。你是叫孙丽红是吧？他们都叫我小红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？我叫陈峰。哟，我们家阿姨来了，我不跟您说了啊。哎，跟他认识啊？认识呀，我对象跟他一个村的。你还有对象呢？没听你说过。过两天啊，他过来看我，到时候让你见见。我对象长得特像章子怡，到时候咱们一块唱歌去。到时候也把他叫上吧。你小子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？小红，小红，出来！
姨，我来吧。来，咱们俩把这箱子搬进去啊。哎哎，慢点，轻点，这箱子死沉死沉的。大姐，我来吧。那小红，跟他一块儿搬。哎。怎么了？行吗？啊，没事，鞋坏了。来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啊，没有了，谢谢啊。别客气。喝口水吧，小红给倒杯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谢谢啊，别客气，谢谢。哎，小王，你不说你对象来吗？怎么没信儿了？又说不来了。怎么又不来了？谁知道怎么回事？没说清。下个礼拜我得过去看看去。我觉得这事不对劲儿。现在这女的。走的时候，他交代我特意要把这鞋子给你。那天你搬箱子的时候，他看见你的鞋子坏了，就给你找了一双。那谢谢他了。哎，你家阿姨在吗？不在，他们去旅游了。那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。嗯。你家阿姨不在，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吧？我就一个人看电视呗。也不出去转转。去哪儿？我一个人不喜欢出去。你家阿姨人挺不错的。我家阿姨人可好了，对我也特别好。我身上的衣服都是阿姨给我的。但是，她那个人也挺厉害的。行，那替我谢谢她了。哎。你现在干嘛呢？我没事儿。一会儿洗洗衣服。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叫我。哎，电话响了，可能是我阿姨打来的，我走了。哎。孙丽红在。陈峰，你是不是真挺喜欢孙丽红的呀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得抓紧点儿，好几个人都惦记着她呢。真的。哎，小峰，哎，过来过来。你家的特快专递，是阿姨的。你家阿姨回来了吗？还没呢。我明天休息，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吧。行。你下班以后都干什么呢？没什么事儿，看看电视，打打扑克。要不就听听歌，没什么意思。那你们人多肯定挺热闹的，我老是一个人在家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闷得慌。那你没事我就叫你出来玩呗。那得等阿姨不在家的时候才行。那就等你阿姨不在家的时候出来。那也不行，
要是阿姨知道我们出来时间长了，她会不高兴的。我们一会儿回去吧，别时间太长。哎，改天咱们一块儿唱歌去吧。好啊。哎，你会唱那首歌吗？两只蝴蝶。会啊，你也喜欢这歌啊？那你唱一遍。好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来跳个舞，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。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，飞越这红尘永相随，追逐你一生，爱恋无千回，不辜负我的柔情，你的美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哎，你对象什么时候来呀？来，咱们一块唱歌去。来不了了，吹了。吹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他嫌我挣钱少呗。他就这么跟你说的？啊，就这么说的。这也太那什么了吧？太那什么呀？就这么回事儿。我就是挣钱少。秦经理，您找我有事儿。你先在这坐一会儿啊。怎么着？听说最近搞对象啊？没有啊。你就别瞒我了。人家业主已经找我反映来了，说你大晚上的不好好在那儿执勤，坐在那儿嘀嘀咕嘀嘀咕的，还怎么着？还荡秋千，有这事儿吧？谈恋爱可以，可是工作时间不行啊。尤其是你说你穿着这身制服，穿着制服去荡秋千，那不找人说你呢吗？告诉你啊，咱下不为例。知道了，其实我就坐了那么一会儿。那姑娘是谁啊？不说是吧？不说我也知道。就是上次丢自行车那女孩。是那小保姆吧？是。这事儿不靠谱，怎么了？不相信啊？不相信你就走着瞧啊！行了，没事了，回去吧。这是我的初恋，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小红。我不明白秦经理的话是什么意思，我继续和小红交往着。阿姨今天都说我了。为什么事儿啊？她知道我们俩的事儿了，她不让我和你在一起交往。为什么呀？她说我不了解你。不了解我，慢慢不就了解了吗？他说怕我出事儿，要对我负责任。咱俩在一起也没干什么呀，不就在一起说说话吗？反正咱们俩还是在一起小心一点，
要让阿姨知道，可就坏了。他管得也太宽了吧。陈峰，哎，您好，怎么样，陈峰，你这鞋穿着合适吗？挺合适的，谢谢您。没关系。陈峰，陈峰，收到。办公室来一下。坐，坐着，我跟你说，知道吗？刚才你那个小保姆的女主人可找我反映情况来了。反映什么情况啊？反映什么情况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事不靠谱。人家说了，说你勾引他们家小保姆。谁勾引他了？我们这是谈恋爱呢。不，他来这儿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啊？啊，人明摆着告诉你了，这事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你是个保安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这是怕出事儿，说白了吧，就是不信任你。我找他去，他凭什么呀？你缺心眼啊你！还想给我添乱啊？算了，你也别去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儿主要还得看你和那小保姆的。你们俩要想成，谁也拦不住，你说是不是？不过你必须得冷静，把这件事处理好了。第一，咱们不能影响工作；第二，别再给咱物业惹麻烦了，知道吗？你要是听我的，趁早跟他拉倒。哎，他家怎么还没人啊？这都一个多星期了吧？八天了。哎，也不说给你来个电话，还指不定怎么回事呢。算了吧，拉倒吧，趁早别费那劲儿。这些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回来再跟你说啊。你现在干嘛去？我去邮局给我妈寄钱去。董志强，董志强。收到。到南门来一下。好的，爷爷。一会儿董志强过来，你们俩盯一下，我出去一下。好的。这些天你到底去哪儿了？阿姨城里还有一套房子，我跟她去那儿了。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她突然说要去的，我就没来及告诉你。到了那儿吧，联系又不方便，所以我就没给你打电话。我特想你。你想我吗？嗯。那我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？再说吧。喂，小红，阿姨，把钱存了吗？记好了。那赶紧回来啊！哎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你有手机了？
阿姨买了一个新手机，就把这个旧的给我了，说这样和我联系会方便一些。我后天过生日，你能出来吗？够呛。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你手机号是多少？是135。哎呀，我也想不起来了，我回头再跟你说吧啊。你真是处男啊？嗯，你听他瞎说呢。哎，陈峰，说实话，你有没有找过小姐？谁信呢？哎，陈峰，孙丽红你也没碰过？那你天天都干嘛了？是不是人家不同意啊？嗨，这事儿还能等他同意？你得抓住机会，主动出击。等事儿办完了，你就不用去找他了，他该来天天找你来了。那可不一定，我那对象跟了我2年了，最后还不是跟别人跑了。现在这女人啊，没准儿。来喝酒，再次祝你生日快乐！来，生日快乐！来，生日快乐啊！喂，小红，你出来一下，我今天一定得见到你。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求你了。你再想想办法嘛。我等你。谁让你给我打电话了？这都几点了？幸亏我把手机关成震动，要是阿姨知道了，可就坏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想让你嫁给我，你别笑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是不是酒喝多了？我是喝酒了，可是没有喝多。我真是这么想的，如果你答应，咱们明天就可以结婚。你不信？今天是我23岁生日，特意纹的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疼不疼啊？你不就是害怕你家阿姨知道吗？咱不在她家干了行不行？咱俩一块儿出去，我自己挣钱也能养活你。陈峰，你别说了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可是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，我回去了。你先别走，再待会儿。
开除肯定是不行。你想啊，两个人搞对象那是私事，又不是工作，是吧？另外一个，您说人家这是两情相投的，我们也确实不好插手。那这事儿怎么办？以后发展下去还怎么了得呀？要不然这样吧，由您出面，直接跟陈峰谈谈，您看怎么样？你让我跟他说，我跟他说得着吗？好，那这事儿就这么着吧。好，行。那您慢走啊。行啊，长本事了哈，大半夜就把人家小保姆给闹出来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人家不干了啊，半夜起来找不着保姆，人家差点报警。你说你这事儿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？看见这阵势了吧？自己好好考虑考虑，这事儿能成吗？这是我跟小红的事儿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那女孩是什么态度啊？她挺乐意的。行。哎，你还真行。没过几天，孙丽红就被辞退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孙丽红跟我见了一面，她特别伤心。她说，她想回家待一段时间。后来，孙丽红给我来了一封信，说以后不想再跟我联系了。请问您找哪位？陈兵。您跟他约好了吗？没有。那您有他的电话吗？没有。他住哪个单元您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对不起，这种情况我不能让您进去。喂，陈三儿，你住的这叫什么地儿？找你不好使啊，门口不让进。我走了啊。嗨，嗨，听不见你聋了？打开打开，这找我的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
你给我好好记着，下次来再拦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牛什么呀？哎，小子骂人呢。叫你骂街！我叫你骂街！给我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！大人，你，你是不是也找打啊？去！快跑！放下刀！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我怎么会杀人？